購物天堂、美食大都會，形容香港又點止呢幾個詞語啊？香港更係一個創意城市、設計之都，由香港出口商會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創意之優計劃支持下嘅香港自形設計大賞，今年已經嚟到第九屆㗎啦。香港嘅禮品行業，無論係出口或者係零售，喺香港都有好高嘅位置。多谢晒创意香港同香港自形设计大赏俾机会设计师发挥创意，支持香港原创设计，所以我支持香港自形设计大赏。咦，香港自形设计大赏新嘅得奖产品又诞生咗咯！我哋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创新嘅设计可以实现同满足大家嘅需要，有更多令人惊喜嘅设计诞生。